儿子啊，就算有鲨鱼也咬不到我们，因为我们在岸上呢。走啦，拿着小椅子。Oh!
来。应该先救齐芒，他可能有。看来你还是没搞懂重点。前戏太长了吧？没办法，体虚。
闪开。他不是林志远。什么方法？信任。你的朋友都这么的相信你，但我还不能完全理解，但想试试看。那你直接说想跟他做朋友不就是了？有这么难吗？Sci-Fi， 朋友间的手势。他醒了。别说了，先干活吧。性能和突破时，你可以使用我的全部力量，这样就是你们所谓的朋友吧。你已经死了。
别忘了补充能量。爷，好恶心啊！非得这样吗？还好啊，他在寝室的时候连袜子都吃。喂，总算逃过一劫了。他们来了。从残骸里只能提取破碎的信息，但足以确定母体阿兰迪教工蜂们正在为他孕育载体。母体的原分子具有远超地球生命的适应能力和侵略性，如果不阻止，它会寄生并改造一切在地球上遇到的有机生物，中断地球的自然进化。到那个时候，地球将会成为新的母体。